那他这还没哭了抱睡天哪里抱，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乖的乖的很啦，一放下来他又很呀，婆婆抱好吗？不管谁专门要抱，养成习惯了，而且出鱼子个个都有活路子，想哪个抱没时间抱，那放背起噻，背起来没背过去他要背抱，有背带的哇，那睡的要背的放睡的，要得吗？我放睡，那睡的放睡下，不要将就他，他想咋个就咋个，宠一下这头没有，从小官们还大人都要听你的指挥，不管谁说，小人就说的。妈，哎，要给采核酸哦，你要采三天哦，刚刚我打电话问。要采三天。啊，南方要三天的核酸。我说是当天做就可以走那种核酸去。不得行，麻烦的很。刚刚打电话问。咋跟我们会不一样呢？咋咋子不一样啊？谁出名嘛？锤子要碎了。还有我老汉的疫苗一针都没打，我说今天顺便我就弄家给打了。去年子打的时候医院不建议打。我之前怀疑这玩意儿还有针插进没打的，这次不入去不晓得可以打不？我问下医院。啊，你问了可以打，而且我出了院子再打。特别是老人说才要打，走妈妈，我们去了。你跟妈真的说还是说换到穿那么紧那里不要买了。皮鞋的嘛，我喊定做到了嘛。要得，换了啥啥子不要买了哟。你随时一买东西嘛就是，哎呀，不要买了。我说了就是不要买了。哎呀，要买啥子不要不要的嘛，走。妈，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喊我宝宝。我在这等着你。啊。我一起跟你去。啊，晓得了，别干啥子。嘿，还差不动哦。你差不动。你没擦擦？那个，这娃是想送嘛去？他就打电话就起来了，你想擦娃子不嘛？我不想擦。好吃的娃子。耶，你两老哥还有话题摆的。哦，来，快来帮忙哦，亲家哎。帮忙，赶紧吃豌豆啊。哦，来，我擦好子。这擦你门眼子的娃子大过得很。门眼子，我要帮你吃豌豆啊。哦，要得。还得多，差不也去打疫苗去了。打疫苗，我听到有个打疫苗的，他在病第三针病都打起了。啥子打起病了？你听哪个？听哪个？老子那硬是熟人村，我不会打了。啊，还熟人村，我不给打了。人家现在就重视你们这种60岁到80岁的老人啊，本来岁数去了，身体就差哈。如果不打的话，更容易感染，感染了的话。更严重，有些就是完全是重症，恼火得很，你要去打呀，必须要去打呀，晓得吗？哎呀，我不去，你呀打了嘞，还是一样的。要去，我们那些老年人都打完了嘞，比你那么大的岁数都去打完了。就是啊，我们又在外乡跑一年，晓得吗？你年纪大了还是该打，我们屋头边就走你一个人，一针都没打，人家幺妹儿都马上要去打了，晓得吗？来，我帮他擦，擦了走，等会儿半天整不回来。我从拆机嘛就去了。啊，拆机嘛，拆机。妈，那我们先去了，你把饭来弄去哈。好的。啊，走娃娃，走。哎呀，不去哦，去啥去嘛？你要去打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换成不想行啊，走，走走走，不要。不去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叫我不想去。哎呀，不去，你不去都要不得啊！我都要去。你是不要选。1、2、3，来，口罩拿带去。你身份证先拿里面得哦。还在身上带啊？身份证。我是准备的。准备的，你就拿着我带了。要打三个。啥子打3针嘛？就打1针嘛，过两天还要给打2针了嘛。